款将上好上精彩的部分表现出来，大声来宣告第一届红豆杯流行音乐比赛将要来展开。台湾工艺艺术发展中心表示，喜爱音乐正佳表现家己的民众，千万唔通来错过这场盛事。初赛报名的日期，到10月26号为止。报名的方式呢，就是把你的练团所拍的影片，那或者是你平常拍录的影片，那传到 YouTube 上，然后再将 YouTube 上的网址呢连接到我们的蚯蚓红豆杯这个 Facebook 社群里面，那我们评审自然而然就会去评选。所选出来50个队伍，将在11月份进行复赛和决赛。评分的条件，主要看大家唱歌演奏技巧以及服装等等，当中结合工艺美学，也是这边重要的一部分。像比如说，像古琴啊，或者是吉他、小提琴啊，这些都是要有非常精湛的一个工艺技巧啊，才有办法做出一个很好的声音出来。我们鼓励，希望说能够多多去拿出这些工艺性很强的这些乐器来参赛。那这一部分就是一个文创的结合。除了前三名有奖金，如果上会晓唱歌、上会晓拍鼓等各一个奖项，你最佳工艺乐器演奏团体，你也是提到这组叫特色的陶瓷音箱。像是很特别的，我们工艺中心这个莺歌那一边的一个研究中心啊，跟厂商那边特别研发出来的。它这个上面的釉色是用茶叶墨釉的一个釉色做一个呈现。工艺所表示，希望让工艺发展更加多元，所以结合音乐元素来展现，举办这边的比赛，报名是完全免费，有兴趣的民众会当上网站来查询。记者李雨欣采访报道。